甄选滑棉铺顶着大光头无差别晒太阳。33岁的人气男星许光汉和其他同梯一样顶着大光头，今早8点低调现身成功岭参加一别甄选，无差别无特权，一起晒着大太阳。确定未来许光汉将到内政部社会义工一大使团服替代役，许太太们期待一年后老公的归来吧。走到你觉得足够，还有力气加油。